是个想象，自信的权力挥棒，点击去顺着向量，看球飞过高场。决战时刻的想象，强悍攻防无人挡，荣耀时刻的光芒，王者模样。是我悍将。全凭表妹李雅音加入富邦 Angels 即将满半年，气质逼人的她，甜美笑容更是融化台湾球迷。近日，李雅音也首度在台度过端午佳节，更自曝吃了好几颗粽子。和 Angels 相处融洽的她，也上传了一则和女孩们接力跳高 Stronger 的影片，网友看了直呼可爱，也大赞雅音越来越融入台湾生活，胜利女神持续发威吧。5月25、26两日前进大巨蛋举办悍将中学主题日，接连两天的赛事，除了最精彩的比赛，富邦 Angels 也热力应援，韩籍啦啦队女神李雅音也难得接力开唱，首次在台应援开金嗓，超甜音色 Q 唱 Go Stronger， 获得现场球迷一片欢呼声，超可爱的画面，小编要重播100次。山女神李浩真也和其他 Angels 嗨唱蓝色旋风，富邦音乐课老师韩婷都下不了课。
岁女星们挑战 Energy 16吨，始祖是她踩高跟超狂。最伤男团 Energy 合体回归大爆轰，40岁大叔们16吨超级耗体力。王璐也带动 Challenge 挑战。16吨真正始祖是风靡半世纪的流行女皇马丹娜，她在2001年巡演上才高跟16吨掀起各种挑战，还被当成减脂操。不过医生也提醒要量力而为，16吨的动作膝关节和髋关节都是在不停屈伸，甚至可能导致半月板被挤碎。